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元气骑士啊，进入游戏，把存档上传一下，现在听，不对不对，打错了，哎，没对，那怎么反了呢？好的，下位设置，哎，你开始啊 ，Build， 还是他，继续，中国人，下一名挑战。增加技能更新数量，选择天赋减少量，只能选技能武器，这个不大好啊，我们接受一下。宝箱里有什么？三手叉，加一。
谢谢观看。剪辑小腻，拍摄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